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不相信心微妙法。不相信心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偈文皆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咱大家请放松。今仔日天气实在是真好，袂歹。为旧年年底吼，一直到今年，罕咧讲拄着这种日头真好，有日头，晒起来阁会温暖，是毋是吼？真久无拄着这种天气啊。所以今仔日，咱为板桥一座路来到遮，为板桥火车头。甲桃园火车头，佮同款出现人真济吼，啊，拢好天要出去佚佗啦吼，去行行，去个哦，踅街安尼。但是咱大家吼，拄着遮好个天气，今仔日佮愿意来开这个时间来认识遮吼，来做伙来研究佛法、听经闻法，这确实是有智慧。真正有智慧，安怎讲？恁知影讲进行两公升无？升日有无？日本啊，太严重嘞！迄地动啊，8.8级啊，8.9级，瑞士8.8、8.9吼。迄听讲吼，迄是12,000粒的原子弹，恁知影无？迄威力啊！12,000粒的原子弹，迄种威力，哦，迄那台湾都吃袂消咯，迄规个台湾可能都要并过啊，啊，就是咧日本，咧日本，哦，恁拢新闻咧看着无？迄地动，迄安尼咧摇啊，迄毋是参像咱921吼，咱台湾咧88年9月21日的时阵了无？大家拢有感觉咧摇吼，结果是3分钟、5分钟落过啊，因为摇。7分钟、8分钟，真用力安尼吼，正经诶，这大家拢会惊呢。迄摇甲大家拢会惊，唔知讲涂骹会离开个，落一个坑，大家拢落落。会呢，会惊。啊，好险日本吼，因这方面真有概念，因咧逃生吼，迄警报啦，吼，迄警报拢做了真好，所以即届吼，虽然讲海啸，哦，迄水规安尼淹过来，哦，渔港啦、都市啦，有三个关系，用个讲重量拢要转废去啊，哦，正经个因迄有沿海吼、哦、三个关系，啊个核能发电，哦，迄用个讲灾害太大了，迄炼油厂规个拢烧去呢，火安尼连片安尼烧吼，根本就袂控制，但是因个即个。人员的死伤吼，应该讲应降要真低啊。起码听讲是早发现讲300-400个尸体有发现啦。当然人讲应该有千外个啦，不过吼、哦，人进行拢有撤退撤离，你知影无？那无哎，那发生伫个半暝啊吼，我看这毋是几千人呢，这是几万人呢。哦，这海啸你要走下去，咱2004年。南亚海啸有无？迄死三十几万人呢，30-40万啦。迄要走下去，水淹来，你要走去倒去？临时讲爬去较悬的山，我无法度啊，无法度吼。所以你想想诶，咱的地球是安怎吼？最近都好，卖讲几落年前，最近你看欧洲在水灾有无？欧洲啊，吼、哦、水灾。啊，澳洲的边啊，纽西兰啊，地动啊，迄纽西兰用个讲是，有历史以来咱知影是讲，迄无天灾人祸的所在啊，纽西兰恁知影无？迄人间净土，迄无灾害吼、哦，但是你看，是个基督城地动啊，基督城吼、哦，地动嘛是有死人啦，当然因做了袂歹，无死介济，过来咧。大陆，云南嘛，吼，这嘛是即届地动，
哦，嘛是得死袂少人，刷来日本，即届应该讲是日本上严重吼，即要恢复恐惊无遮简单。恁想看卖，即个世间是遮尔那无常，哦，人科学家有咧讲哦，哦，较早即种变动是久久啊吼，几落十年，或者是讲一百年来一届，起码有食无？真正呢，吼、哦，你我拄啊为欧洲安尼讲起，这拢是才最近发生的呢，迄毋是讲几落年前呢，拢最近呢。所以以后这种大自然的灾害，伊会变成是一种经常性的，定定的，定定的，毋是讲几落十年才发生一届，是定定的。啊，你想看卖，一个地震来，一个海啸来，所有的这个身家性命财产，伫个一夕之间呐，一夜之间呐，遨游去啊！我相信吼，这拄着这个地动的人吼，拄着这就是讲这灾难死去的人，伊可能伫个一点钟之前，伊嘛袂去想着讲，这灾难会降伫个家己的身躯，恁知影无？啊，大呢去啊！因绝对嘛无可能想着这种代志。咱去年小林村几个灭村了无？我相信这小林村这村民哦，几落百个嘛，两百外个，因绝对袂想着讲啊，这半暝啊，既然规个山咧崩落来，啊，大家拢待伫个土内面去啊，因绝对嘛无想着这个代志。所以咱大家吼、哦，爱有这无常的观念，倒一天，什么款的灾难会降伫个咱的身躯？迄敢会用互你暗算诶？讲无可能是我，一定是别人，敢无可能安尼互你安尼想？无可能啊！所以咱都爱知影讲，世间遮尔啊变动无常，咱都爱有性命诶时阵，身体啊健康诶时阵，爱安怎？赶紧来学佛啦！赶紧来修行啊！哦，紧修咱诶福报。修咱的智慧，这才是永久的。啊，无伫这个世间轮回，都是讲这要解脱，未解脱的。不过话讲回来，为什么讲咱这地球啊，有遮尔那济灾难一直来发生？佛经咧讲啊，这世间是啥物缘起？业感缘起啊，业嘛，咱众生所做的业。来，吼、哦，感应着这个世间种种的哦灾难啊，所以咱人呐心吼、哦、做歹，咱人的业呐重吼，那、哦、这地球都是安尼啊，共业所感嘛，对不？共业所感嘛，啊、哦，这地球都哪来哪歹，啊，即马有真侪人咧讲啊，这个世界末日。有听伊讲无？最近哦，哦，即马则流行的哦，哇，嘿啊，你听听都听到讲，哇，即马世界末日要到咯，2012年，哦啊，哦，这讲到安尼，有影有是假呢吼？可能讲2012年的世界末日，我想吼、哦，科学家应该是讲袂啦，无遮紧啦，但是会有世界末日的时阵无？我甲大家确定讲，一定有。佛经都甲咱讲，咱这个世界有四个阶段：行、住、坏、空。坏的时阵就是世界末日的时阵啊，了解吗？这地球有伊行星的时阵，都有伊会派去的时阵啊。好啊，只是讲要偌久，这时间要偌久？就看咱人啦、啊，咱的人的心吼、哦，大家若做好吼、哦，大家拢向善嘛，啊，自然这众生的共业所感应到的，这世界、这世间都是无遮的天灾，都是无遮的灾难伫的。但是咱人的心呐、啊，大家拢真自私，我是真重吼、哦，拢常常。拢做一寡要偷、要抢、要骗，你讲这個世界要偌好，就变恶作恶势嘛，恶作恶势。佛经咧讲啊，
哦，这完全是一个业感，业感缘起吼，业感的这世界。咱想想诶，这弥勒佛啦，弥勒佛吼，伫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要来降临这娑婆世界，要来成佛对无？你当初的世界，甲即马咱五浊恶世真无共款诶。迄当初弥勒菩萨来的时阵，迄当初的人啦吼。进入现今，哦，迄生命拢过着清慧，啊，进入智慧，大家拢行是善业，大家拢行是善业，哦，迄当初的世界，啊无遮个地动啦，啊无水灾啦，啊人民大家拢真和平来斗阵哦相处啊，咱当然希望讲要活都爱活伫个这种世界啊，对不？像想要讲活伫一个无好的世界，啊，咱想看卖，法华经甲咱讲，即个三界安怎，犹如火坑吼，火坑吼，火灾啦，火坑吼，对无？你想看卖，大家是要为火坑内面紧逃走出去，还是要搁弄位家里卖？啊，你想看卖哦？三四天前台中迄间什么夜店啊，夜店啊，有无？做大火烧啊，烧死狗的有无？请问的，恁拄着这种大火，恁是要为外口紧弄出去逃生？哦，要保护家己的性命，啊是讲要搁弄入去安尼，为内面叫伊烧死？当然是要紧走出去啊，一定的嘛。啊，佛陀就第一法华经甲咱讲，这三界都跟咱火坑同款。请问啊，恁是要跳出去，还是要跳入来啊？当然是赶紧要跳出去呀，才会清凉啊，才会解脱啊！啊，你为啥跳入来？自找死路啊！哦，布袋戏常常有一句话在讲啊：天堂有路你唔去，地狱无门你硬要窜进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拄仔讲吼，虽然天气遮好，讲实在，连我嘛才想要去行行吼，天气遮好吼，但是大家。会向讲来遮听经闻法，做伙来吼、哦，大家来研究佛法，这确实是有智慧啊，哇，那真有福报啦，哦、啊，若无都甲世间的人同款啊，溜溜去啊，哦，那毋是咧厝里看电视，无咧外口看电影啊，啊，无都四界佚佗安尼有无？哦，短暂看起来敢那真快乐，但是若一溜长安尼吼，时间来看，你感觉这。短暂的快乐，但是是永远的轮回啊，对不？你求迄短暂的快乐嘛，但是你永远的轮回，敢有较赢？无较赢。啊，咱甘愿安怎？短暂的学佛吼，我那真辛苦滴个吼，学佛我那真辛苦滴个。咱甘愿讲短暂的辛苦，换得以后永远的什么安乐啊？换以后永远的安乐。咱爱有智慧来定学佛一条路啊！啊，那世间这哦，咱讲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逐天拢嘛在遮过来过去哦，古来嘛亚仙啊啊，是不是？一世人啊，咱遮有诶拢已经七十岁哦，那有八十岁哦，一世人安尼咧五欲内面安尼咧过哦，该看也看过啊。该吃也吃过啊，是不是？该经过啊，拢经过啊，啊，搁有啥物趣味？所以，这出离的心、解脱的心，咱来该生活起来，为家己在佛门内面种一挂善根，修福报、修智慧，这是生生世世拢带你行的呢。这功德拢带你行的呢。哦，你无你讲你咧世间，哦，追求这。名啦、利啦、财富啦、地位啦、权势啦，请问啊，这棺材板砍落的时阵，啥物件你有法度摕去无？一项你嘛摕袂去，一项拢摕袂去，所以爱有迄个智慧哦，为家己做功德啊，这功德一定得人行，别人想要抢，拢抢袂去。好，拄啊，这讲着一寡咱家己的。感想吼，甲大家分享啦吼。
当然咱。